第42届青龙电影奖颁奖典礼在昨天26日盛大举行，坦上众星云集，令粉丝大饱眼福。而在这么重要场合上，看到了许多曾合作过的演员再度重逢，画面像是文森佐 CP 宋仲基全汝彬，请回答1988中狗焕柳俊烈母亲罗美兰，还有不少充满爱的场面。Photo from Naver 在电视台 KBS 举行的第42届青龙电影奖颁奖典礼星光熠熠。当奖项颁发到人气明星奖时，聚焦焕、宋仲基、全汝彬、润娥四人纷纷上台领奖。而到后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全汝彬表示的奖的瞬间，忽然知道该说什么感言好。宋仲基在一旁附和自己是这种情况，全汝马上填回，前辈你说的是最好，太怀念这对流氓律师 CP 啦。 Photo from Naver 不只是 CP 组受人注目，母当也超吸睛。在2015年合作过夯剧请回答1988的柳俊烈、罗美兰共同颁发最佳女主角奖，当站在致辞台时，罗美兰一开口便是儿子好久不见，柳俊烈同也反问了罗美兰近况，真的让人梦回两人当年请回答1988中的各种场景，没想到已经是六年前的事。 Photo from Email Protected 此外在典礼上还有几个亮点，像李帝勋在颁奖时提到了有想要合作的演员，因此大方向聚焦焕是爱，手指爱心。聚焦焕当下虽然有点不知所措，但依旧回应了李帝勋的告白，两人真的太可爱了。还有韩国影视圈最强的 Bromance 李正宰、郑宇盛在一起颁发最佳导演奖之前表示，原本勾手出场金秀立马说道，就算是现在签也不晚。于是两人俏皮的勾了手指。 XD 这次的青龙电影真的是处处皆是爱啊，再次恭喜的奖者完整得名单最佳男主角，资山与土靴耿求最佳女主角，姐妹文素丽最佳女配角，三姐妹金善映最佳男角，逃出魔家迪修绝路狂逃许俊豪最佳导演，逃魔家迪修绝路狂逃柳承完最佳电影，逃出魔家修绝路狂逃新人男演员 Not Out 正在光新人女演员，读生活的人们 Loners 孔生言新人导演，我死去的那天朴愿清静元人气明星奖，聚焦焕、宋仲基、全汝彬、润，立刻来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的 KDaily。